掀开经本第十五页，我们接着看第四句：一切如来得菩提处，常在其中清净不舍。这一段经文是赞叹菩萨的行德。经文里面每一个字的意思我们都要清楚，然后才能学到东西，经才不至于白念。读经最重要的是要结义，结义之后要有观行，我们才真正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如果不解其意，不知道观行，这个经读了之后不能说没有利益，利益很少。要是以佛家通常来讲呢，只是种善根而已，这一生当中得不到受用。如果这一生当中得受用，一定是结其意有关系，随文入观，也就是说真正能够随着经文，随着文字，或者你听讲经随着音声的，你能够契入境界，那是你真正的理由。像这一段第一句，菩萨有能力将一切诸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昨天已经跟诸位详细说过了。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学习，他能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如果把不能的原因找出来，把这个原因消除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也能啊。那么这个第四句，一切如来得菩提处，我们看了这一句经文，会不会联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菩提树下，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？随文入观吗？别注意，这个不叫随文入观，叫随文达妄想啊，这不是入观了，叫随文达妄想。你想起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了，怎样才叫随文入观？记得前面讲过，前面讲到的是吧，这个维摩居士讲道场啊，维摩居士所设的道场就是诸佛如来得菩提处啊，不得菩提那怎么叫道场呢？所以菩提是觉悟，只要能帮助你开悟，处处都是道场，时时都是道场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
都是帮助你正道的增上缘呐。维摩居士一番开示，很值得我们玩味啊，一定要在其中细心的去体会。那么这一句我们要怎样学习？常在其中清净不舍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帮助佛教化众生啊，菩萨不离开佛啊，佛在什么地方啊，菩萨一定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知道应当如何学习。佛是示现，菩萨也是示现，谁做佛谁当菩萨呢？总在语言不同。善导这句话很有味道。我们这一会，这一会不是说现在这一会，释迦牟尼佛这一会，这一会的发愿12000年了。释迦牟尼佛做会主，他以佛的身份出现，做会主，做主席，一切诸佛示现为菩萨来拥护他。来赞叹他了，大家都来捧他了。为什么这样做法？做给众生看。这个意思深了啊！什么人能在一生当中闻法修行而能够证果？这个证果就是入佛的境界。诸位要晓得，第一个是信心啊。你对这个老师没有信心，你什么成就都没有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是处是法没有例外的，你的成就跟你对老师的信心决定是成正比例。老师再高明，再有学问，再有德行，你对他没有信心，你跟他一辈子听他讲经说法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才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那道是什么？成佛之道，成佛之道的根源啊。前面我们讲过，一切如来功德大海，功德之母啊，母是取比喻能生的意思，能生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就在一个信心啊。世尊世现成佛了，谁认识他？谁能对他产生信心？
这一定要许许多多菩萨来做榜样啊！这才所谓是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他要没有千佛，这个千不是个数字啊，实在讲是无量佛菩萨拥护啊，不止一千啊。千是说多，许许多多佛来拥护，让这些众生看到这么多人，都来听释迦牟尼佛教诲，大概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呢，是个有德行的人。如果没有这些人来拥护，做拥护的话，释迦牟尼佛虽有学问德行，没有办法让一切凡夫啊对他生起敬仰之心。所以这些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示现为佛的四众弟子出家二众、在家二众，都是佛菩萨再来的。不是凡夫凡人呐、才能成就度化众生的事业，而度化众生的事业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。所以，哪一个人实现做佛没有关系，自他不二啊！不一定一定要自己做佛。不一定任何人做佛都行，都是一样的心，都是那么清净，都是那么平等。我们真的是看到佛菩萨化身大士，可是有同学来问我，那佛弟子当中菩萨实现为什么还有坐卧的，还有专门给释迦牟尼佛捣蛋的，还想种种方法障碍的，这个障碍的两种人，一种呢是大权世信，吉相上是障碍，实际上呢是帮释迦牟尼佛的忙。譬如六群比丘，这是佛弟子，很不听话的顽皮，天天在外面呢造作一切罪业，都是大菩萨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让大家看了，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告状，你的学生在外面干杀人的事情，在那里干犯罪的事情。释迦牟尼佛听到之后，制定戒律，所以说没有他们造罪业，这个戒律怎么制法制法呢？所以他们故意造作许许多多的过失，让释迦牟尼佛一条一条定戒律，大权实现了。另外一个张道的是魔，魔王眷属啊，他为什么张道？嫉妒啊，嗔恚，从嫉妒嗔恚里面生的了，这是魔啊，魔张道啊，魔不希望大家道业成就啊。魔喜欢看到人受罪受苦，他就欢喜；看到人利苦得乐，他就不高兴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，我们是魔还是佛呢？如果我们是佛弟子，看到一切众生利苦得乐，会生欢喜心；看到一切众生遭难受苦啊，我们会有怜悯心，
不忍心见到啊，这是佛弟子啊。如果看到别人受苦受难，欢喜，看到别人呢得福，得利益了，心里起嫉妒心。我们是魔一类的，不是佛一类。魔一类的也不怕，魔会回头吧。我不再当魔了嘛，我在做佛弟子嘛，那就对了。所以佛法长时间的熏习，魔也会觉悟啊，也会回心转意来拥护佛法。那么我们读了这句经文，应当怎么学习？我们遵从地贤老和尚的教诲。地老叫他的学生念佛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，决定不懈怠。你会念得法喜充满，你会念得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跟诸佛如来相应。现在灾难太多太多，一些同学们来跟我见面的时候都给我看他们是在哪里看到电视，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个消息来告诉我，到处都是灾难。我们应该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如无量寿经上所说，善护三业，要端心，要端身。佛教给我们做的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。要懂得经上给我们讲的，教我们是些什么事情，不是说念了就算了，念了没用处念了要晓得怎么做你看我们念这句经文就晓得了，有时间到这个地方来念佛，到这个地方来听经这就是常在其中清净不是。幕后这一句，恒以所得普行愿海，令一切众生至身具足。这一句是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以大慈大悲帮助一切众生，绝不是给众生小利益了。昨天我们这边现场这个网络的开放，昨天开始，所以我们现在在此地讲经，大家不要看到啊，我们这个讲堂只有这么多人呢，不止啊，全世界现场听到啊，不在这个道场，电脑网络上，连这个手提的电脑都能接受我们讲经的这个音声。有些同学告诉我，电脑里面所听的比现场听的还要清楚。我问他什么原因，现场有扩音器有回音，电脑里头没有杂音，
全世界听到。这个是佛法在我们这个世界、这个地区、这个地区是这个地球啊，弘法方式上啊，一个新的机缘，一个新的开端，过去没有的。那么这个开端之后呢，实在讲，对弘法利生的方便太多了，而且省了许许多多的费用。你说将来我们要不要印书呢？不要印书了，这个 CD 卡带都不必做了，全都在电脑里面，而且每一次所讲的都在电脑，储存在电脑里面。去年讲的、前年讲的、往年所讲的，你都可以收听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发了100多封信，把网址告诉大家，以后不要记数了，省了很多邮费，省了很多的麻烦，那么笨重啊。所以以后诸位要真正想学教，真正想听经，买一个小电脑就可以了，什么都不需要，那行李就很简单了，几件换洗衣服，那个小电脑就像书包一样，你看看多自在啊，旅行多潇洒了，哪里还要去寄行李啊？还要大包小包，还要付什么超重的费用，那么麻烦。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，我们要会用。所以对众生我们帮助他，绝不是以小乘帮助他，绝不是以全教帮助他，这里佛告诉我们要以普贤大愿帮助他了。普贤的愿行是真实究竟圆满，海是比喻，普贤大愿是什么呢？那么诸位听了这句话了，一定又想到十大愿望，那又叫大妄想，又着了相了。普贤行愿无量无边呐。这部《华严经》自始至终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普贤行愿，给诸位说，不只是末后十大愿望，不只是历世间品所讲的2000法门呢，不止啊！2000法门是归纳。后面十大愿望是总归纳，每一愿里面所设的行门都是无量无边。普贤行跟一般大乘菩萨行差别在哪里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
不能不知啊。差别心量不一样，普贤的心没有障碍，所以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它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所修任何一个法门，功德都是遍虚空法界。大乘菩萨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依旧还有分别，还有妄想。这就是比不上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的心与自性是圆满的相应。大乘菩萨与自性是部分的相应。佛在经上举的例子举得好。佛用月光来比喻菩萨的境界，初发心的菩萨，这是大乘圆教，初住菩萨发心住啊，那就像月牙一样。你看初二初三我们看月亮弯弯的，像那个月牙，虽然是月牙，你要晓得那是真月，不是假的，那是真的月光啊，不是假的。那么等觉菩萨就像啊十四的月亮，你看快圆满了。普贤菩萨的那个光明啊是满月，十五的月亮。普贤菩萨是满月，等觉一下，其余的大臣呢那是十三十四十二的月亮啊，光明呢不能跟满月相比。诸位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什么叫普贤心。由此可知，大乘菩萨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品上身那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开导的注解的，他老人家举例子给我们说，这个世间大善之事有羞耻，有智慧，有德行呢，来告诉你，净土法门呢是世尊的方便教，不是究竟教。劝你舍弃这个法门，你去修别的法门，你听了动不动心？哦，听说这个人是名气很大了，真善知识啊，那你心动摇了，你错了。世尊在入灭之前呢，知道末法时期的众生没有慧眼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
特别怜悯，给我们开示四依法了。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。法是什么？法是经。佛经上没有这个说法。依法不依人，还要注意到，你修学是依哪一部经？一切经都是佛说的，佛说的这些经，意思都是圆满的，可是凡夫不行，凡夫的心不圆满，凡夫有偏漏执啊。偏见啊，漏执啊，孤陋寡闻啊，执着自己的成见啊，往往坏死。你误了你自己没话说，你再要误导别人，你的罪过就是阿鼻地狱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法法是圆融的，但是这个世间人没有这种真实智慧，往往看到佛法是冲突的，互相矛盾的，互相抵触的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也常常啊，这个往来那不算是亲近，常常见面。台湾大学一位教授，严一平先生，他是教考古学的，人也很聪明啊。我初学佛，他告诉我，佛法没什么矛盾。我说什么地方矛盾？他说不说别的，他说他读过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从头到尾就像两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啊，一会说空一会说有，自相矛盾。你看看大学教授啊，还是有名的教授啊。我听了这笑笑啊，他是长辈吧，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，他四十多岁，不好意思跟他辩啊。你看看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尚且是这样的知见呢，何况等而下之的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思诚重要了。是的，我只相信一个老师的话，我跟定这个老师，什么事情我要向老师请教，有疑惑问老师。决定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。我要听了别人话，相信别人话，那问我到底是跟哪个学吗？老师有智慧啊，老师有德行啊，所以对于我们防范非常严格。现在师道没有了。你们大家跟着我，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不敢称老师啊，我没有这个德行啊。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是同学，我比你早学几天。如果是师生的关系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有没有师道了？没有了。师道是学生对老师百分之百的服从，没有二话好说的。所以我这个年龄在这个时代还沾到一点师承的边缘，我非常幸运。我学哲学跟方东梅先生一个老师，
他老人家有善巧方便防范，不准我亲近别的这些老师，不准我接近他的学生。他在台大教授，我想听他的课，他每一个星期天拨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家里给我上课，他不让我到学校去。什么原因呢？到以后才明白了。老师对我很爱惜，很重视。重视什么呢？我是一张白纸，没有被污染过。我对哲学有兴趣，很想学，没有读过哲学书，没有接受过任何这个哲学家指导过，所以是一张白纸。他对我这么爱护，怕我到学校里面去听他的课，一定会认识其他的教授，认识很多同学，跟这些同学教授混在一起，我们之间就杂了，就乱了。这一乱呢，他就没法子教了。所以他把我管得很紧，管得很严。我那个时候还上班工作，自己得养活自己啊，生活非常清苦啊。星期天两个钟点到他那里去，别的地方就不能去了。用这种方法来教导，我终身感激，听一家之言。以后学佛，张家大师也是这个态度对待我。所以我的老师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不是很多，真的是一门深入。我们这个基础根基才能够扎得稳呐。善导大师说得好，这个世间人，你有这个定力，你不会被他轻易动摇。那如果来了一个阿罗汉怎么办呢？那他是圣人，他证了果了，他也来说，这个法门不是究竟法，你相不相信？善导大师还是不能信他的呀。不但阿罗汉，菩萨、地上菩萨、十地菩萨，他如果说这个法门不是究竟圆满的，我们都不能够听他的。最后他老人说，如果十方诸佛来了怎么办？佛来了，哪一种佛来？释迦牟尼佛自己来了，来告诉你还有一个法门比这个更好、更殊胜、更快速，你听不听呢？也不能听了，应该跟释迦牟尼佛讲啊，我修这个法门呢，我就修到底就好了，你有好法门教别人吧，我不学，你才能成功啊。那么善导说得很好，真的是诸佛来了，佛佛道同，佛与佛说的一定是一样的，不会是两样。佛的智慧是平等的，菩萨的智慧不平等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成就不是简单的。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，你看看八相成道的降魔啊。释迦牟尼佛其实九缘劫就成佛了，梵王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是第八千次了，到这个世间来第八千次了。为什么要示现降魔呢？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人
在修学途中必定遭遇魔来扰乱，不会不可能避免的。你要懂得一定会离降伏魔怨啊！你要有定功啊，要有智慧呀！你没有定慧呀，那你就被上魔的当啊，你就淘汰了。你这一生得度的机缘就丧失掉了，那是无比的损失。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，决定不可以动摇。要相信我们选择本门的经论，我们修经宗你依靠的是什么？五经一论。如果别人所说的跟五经一论不相应的，我们决定不能接受。实在讲，五经一论依其中任何一部你能信能解能行，最后你就能证净宗的证，往生不退成佛啊！这是我们正果啊！净宗就是普贤行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在第二品还是续分的，经文上明白告诉我们，贤公遵修普贤大师之德，所以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，这是我们佛门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，在家菩萨，他给我们讲的《无量寿经》即是中本华严，这个话是他说的。《阿弥陀经》小本华严呐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《华严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是一部经啊。大本、中本、小本而已啊，这就是说明净宗所修的是普贤行，净宗所修的是菩萨圆满的大法，一句佛号啊，摄净诸佛如来一切菩萨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怎么个不可思议法？隋唐时代有一些大德们，下了一番功夫啊，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细心的去做一个比较，哪一部经第一？这个第一就是这一部经啊，能够包括一切经，这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华严，所以称华严做根本法的。一切经是华严卷书啊，华严是根本的，华严是佛法的
源头啊。然后再将《华严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做个比较，也是大家公认，《无量寿经》第一。何以故？华严到最后，十大愿望都归极乐了，华严才圆满。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，华严就始终不能够圆满，不能够圆成佛道啊。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总结，总归结，不容易啊。这一些祖师大德，实在讲啊，也是菩萨实现。如果他不做这种事情，怎么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？我们对这些人感恩戴德。无量寿经有48品，我们再做仔细的比较，这48品哪一品最重要？当然是第六品。第六品法大誓愿，就是著名的48愿。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。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。48愿，这有48条，哪一条最重要？这个几乎也是古大德公认的第18愿。第18愿的内容是什么？生念必生啊。这就说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可见的这个所有一切佛法归纳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所以今天这个念佛堂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啊，这一句佛号总是一切法门，第18愿总是48愿，48愿总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字字句句没有离开48愿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48愿的详细介绍。那么无量寿经再展开，就是华严经。华严经再一展开，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。然后我们读华严，经上说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。那一是什么呢？阿弥陀佛4个字，一句佛号啊。世尊49年所说一句佛号总是10方30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法门，也不出一句佛号。所以一句佛号总是诸佛如来一切法门，名号功德真实不可思议啊！所以佛在经上讲，这一句名号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等觉菩萨如果要不得佛力加持，他也不知道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这一句经文就好学了，我们就会了。我们用什么方法
帮助一切众生呢，念佛法门。经文令一切众生至身具足，这个是智慧德行呢都能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最后这一句是总结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。这是总结道门。菩萨无论是他的果德，他的行德，都是说不尽。所以总结一句，如是无量啊。如果要多知道这一些呢，全经所说皆是，皆是菩萨圆满功德。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这段经文，到此地是告一个段落。余晖这170多个团体，这第一个团体是菩萨，这个团体很大，人数很多，是主要的一个团体，所以赞叹他们的智慧德能文字也比较长，我们讲了不少次啊。向下了，李长者在《后论》里面，他有他的领悟处，也很值得我们做参考。这个道佩禅师讲长者的这一番开导啊，也记录成纂要里头。那么他说这一段从有十个佛世界微尘数菩萨以下，一直到我们刚刚讲完的这一段经文，在华严经经本总共有30行。他老人家很仔细，一共有511个字。511个字说明菩萨这一个团体，参加这个法会，菩萨这个团体。那么在这一分里面显示，初会里面一共有47个团体，佛经里面叫众，47众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47个团体。我们现前这个法会也是团体啊，这个出家众是一个团体，男众是一个团体，女众是个团体啊，你比如在家受过五戒的是一个团体，受过菩萨戒的也是个团体，受过三规的也是一个团体，没受三规出来听经的，你跟几个朋友一起来的，3个5个一同来听经的，你们也是个团体。这个地方参加法会的大众，不论不算一个一个人，
算人呢太多太多了，说不清楚啊。讲这个大小团体，初会有47个团体。都是参加世尊华严的法会，建立佛陀利益众生的事业。佛召开这会干什么？利益众生，利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这个法圆满大法，必须要得这么多菩萨来护持啊！用现在的话来讲啊，要这么多菩萨拥护，要这么多菩萨来捧场啊，这个场面才壮观啊！所以菩萨在这个里面，实在讲都是属于影响众啊，做影响众而来的。因为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普度众生，菩萨是佛的学生，是佛的入门弟子，我们世间讲入室的弟子，关系非常的亲密。何况每一尊菩萨都发度众生的誓愿。今天看到老师慈悲度众，学生哪有不拥护，哪有不全心全力协助的道理呢？所以佛说无上道，这菩萨们证得，给我们做榜样，做模范。佛说菩萨行，他们都做到了，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。而做的最明显的是末后53餐。53餐大家要记住，每一位善知识不是代表一个法门的，那代表一个法门的话，那法门只有53个，哪有那么少呢？这是说法门无量无边吗？怎么只有53呢？归纳，所以每一位善知识都是代表无量无边的法门，它这一类，这一类就无量无边了。那么这一类里面修学的菩萨，在这一类里面修学成佛的人又不知道有多少，那个数字都是不可说不可说。我们要懂这个事实真相，然后你才能够体会法会无比的殊胜庄严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开端给我们说10个同名的菩萨，我们也曾经详细介绍过，
同名的菩萨，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自古至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全是修普贤行而成就的。这个意思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经文上所讲的密意。首先介绍普贤，然后介绍九位同名普的这个菩萨。接着又介绍十位异名菩萨。这个异名是，异是同中之异，同是异中之同啊，同异不二。十菩里面，普贤是本呢，普贤菩萨是根本呢，同名为普，这个意思说明本与末是一，本是末之本，末是本之末，处处都是给我们显示出一真法界。同一总别，本是总，末是别。别是总中之别，总是别中之总，总别是一不是二，同一是一不是二。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一下悟过来，事出世间一切万法是一不是二啊。渐渐呢让我们体会一些一真法界的那些状况。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没有离开我们当下了。我们是在迷，迷而不觉。所以三世诸佛修普贤行，大悲大智，显示在性位、住位啊，是性是住，是行是回向是地。华严经上讲的菩萨五个等级五十个位次，无论在哪一位哪个位次上，无不是自利利他。我们今天在什么位置？我们今天没有入位呀，好像念书啊，正科生一年级是正科生了，一年级是谁呢？初性位的菩萨。我们今天不是菩萨了，这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是大心凡夫，不是菩萨。
大兴凡夫是什么呢？是预备班的，还没有上一年级，一年级的预备班，准备要升到一年级了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位啊，自己要清楚啊。大心，我们这智慧德能没有办法入位，烦恼习气没断嘛。所以没入位呀。可是我们的心跟那个初信位的菩萨的心没有两样，这叫大心凡夫。什么心？念念为佛法，念念为众生。这大心凡夫啊，我们修行生生世世都不能够有一个结果，原因就是心量太小。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小到不能容人呢、不但小到不能容人呢，小到不能容自己啊，自己还跟自己发脾气，自己还跟自己过不去，你说有什么法子啊？他能办什么大事业？佛法事业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啊。所以大兴凡夫虽然没有正果，没有契入境界，他相应，他得诸佛护念，他得善身拥护。既发心了，心一定要落实在行上，否则的话那个心身是空的，是假的。落实在行上，真修六度，那不是假修，真修啊。你发的这个心是真的。今天世界人哪一个人肯讲真话？我问你，你现在有多少钱？你一定不肯说啊。社会上讲隐私权呢、自己私人秘密不可以不铺路啊，还要搞隐私，这一隐私就引到三途去了。还有事情不能告诉别人的，那当然不是好事情啊。好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人呢？有什么秘密可言呢？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只有生秘，没有秘密。你要学佛，你还要处处瞒着别人做坏事，你怎么会有感应嘛？你能够欺骗世间人呢，你不能欺骗鬼神啊！中国谚语常讲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你怎么能欺骗神明呢？你用骗人的手段欺骗人手段，人被你欺骗了，被你蒙蔽了，对你尊敬，鬼神在那里笑话你啊，瞧不起你啊。我们读无量寿经，读到经上所讲西方极乐世界人数之多，
没法子计算。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即是下下品往生的人，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，天眼洞视，天耳彻听，他心辨知啊！我们起心动念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想求愿往生，临终时来接引，不是容易事情啊！要有条件的，什么条件呢？心清净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唯有念佛念到心清净了，临终时候佛与大众才来接引。还有隐瞒不能告人之事，你的心不清净啊，临命终时佛不来接引啊。所以诸位同修要晓得，这个法门呢，一点假都不能做啊。不是给你讲过念佛吗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一点假都不可以夹杂。夹杂一点假，夹杂一点虚妄，夹杂一点私心，你这一生呢就不能往生。不是佛不慈悲，不是佛不接引你，你自己把自己障碍住了啊。这个话我不能不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，我这个话讲过很多遍了。希望提醒同修们，真正想在这一生往生，一定要把虚伪的断得干干净净，念念与佛心愿相应，我们才真有把握往生。真正有把握往生，品位高下不要去计较。下下品往生也好嘛，不要去斤斤计较品位，斤斤计较品位恐怕不能往生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这个人太执着了，太好高了，那这我们不能要你，到你这来你还来争地位，不是那不是闹笑话吗？总得要心地清净，心平气和，一尘不染，我们才能办这个大事啊！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再不搞这个三恶道了，所以要认真修菩萨行。对于一切大众，要以善巧方便的学佛的四学法，布施、爱与利行同事的，用种种方便把佛法介绍给大众，那是无量功德。只要是认识的人，现在就方便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把网络介绍给他，道场介绍给他，我在这里做，也希望每一个同修都要认真努力去做。你这个做法替佛做事情，所以我们的总题目这个对联还没做出来，我们这个对联就是我们的总题目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这八个字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圆满的内容。
做佛做菩萨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，一切众生的典范。希望别人到这个地方来参学啊，多看我们，多批评我们，多指教我们，我们做的难道就没有缺点吗？没有过失吗？缺点过失太多了，自己不知道啊。别人指点我们，批评我们，我们立刻就改进。知过必改啊！希望我们做得更圆满，希望我们做得更如法。我们欢喜批评，欢喜指教。无论你的批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，我们通通的接受。我们都会认真努力来改进。使这个道场具足规范，所以以四摄法了戒引一切大众啊。所以我们劝人到这儿来念佛了，是为佛法为众生的，绝对不是哦为这个道场，那你这样想法就错了，就不会有感应。我们今天这一念初心非常可贵，一念初心要坚持到底，永远是为佛法为众生，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。心量纵然不能像诸佛如来，也一定要具足真正的慈悲喜舍啊，四无量心啊。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喜随喜功德，特别着重在这一门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舍是能放下一切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个世间如梦如幻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这个地方啊，就一切如来的菩提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稀有因缘，我们在这条行的，就是普贤道。一切菩萨是这个行法。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心法，将来的成就就可以预期。李长者说，如来是正觉之果，普贤与这些菩萨们是诸佛的行果，如来所居的是华藏净土，华藏净土是报德的一果，一切众生以自己的根性观察如来三种因果，学习
佛菩萨的行本，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，建立大愿啊！所以佛法也不离因果啊，只是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的因果不空啊。那么在这一会里面，这一开端，普光明殿到第二会显首品，总共有十二品经。这个十二品经在华严经里面是最难讲的。一般讲华严经的法师，这一段是没有一个不畏惧啊。往下的经呢就好讲了，几份好讲，这一份非常非常难。难在什么地方？全是佛菩萨鬼神的名号，全是他们赞叹的这些话，而赞叹都好像大同小异。经文有这么长，怎么讲法呢？真难呐！不是假难呐！而这一段经文给诸位说，非常重要。毗卢遮那佛成了佛了，把他的一真庄严展览出来给我们看吧。展览出来之后，我们看不懂啊，不知道它的好处啊，就是如同我们参观博物院一样，中国故宫的博物院，诸位去参观，展览厅里面摆的是什么呢？破铜烂铁。砖头瓦块啊，摆的这些东西啊，你看那个，那有什么味道啊？你为什么看不出来？不识货啊！那些东西，几千年的古物啊，所有展览品里面最珍贵的，世间人不懂，看那个没兴趣，看都是破烂东西。给我都不要，一文不值，实在讲无价之宝啊！喜欢什么东西呢？明清的玉器，哎呦，真好啊，看着真可爱，真不舍得。明清玉器跟它破铜烂铁一比，那个价值是天壤之别。我们不懂，也不会欣赏。虽然是有那么高的价值，给我还是不要。华严经一开端，这就是展览会呀！我们凡夫看到这个一真庄严，不懂啊！看得眼花缭乱，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那个羡慕之心啊，会生起来。这太好，太庄严了！我们这个世间没有啊，不但世间没有，天上也没有啊。所以你能够升起向往之心，你才想到是做佛好啊，才升起做佛的这个念头啊。那要想做佛怎么办呢？那得学佛啊。学佛这个念头啊，油然而生。所以这一大段经文，这么长的经文，
讲经的目的在哪里？目的是叫人生起学佛的心。那这一段经文你就讲成功。如果这一段经文讲完之后啊，人对于学佛这个念头生不起来，你讲这个经就全盘失败了。因为它全是事。这个事怎么个讲法呢？一定要把事里头些理讲出来，事里面的因果讲出来，事里面所包含的功德利益讲出来，那就有味道了。这一分呢，难处在这个地方。那么从下面经文啊，下面是第二类啊，第二个类别的团体。海月光大明菩萨啊，到底下我们就会看到了。接着给我们讲至金刚神啊，这个神众有九个团体，这是说摄住因果啊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给诸位说，全是普贤菩萨啊，这一点大家要记住。所以前面跟我们说总、说别、说同、说异，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很深。他们在这个十法界里示现的身份不一样，全是大权示现，他是这个金刚神的，金刚是护法，以这种身份呢来出现。所以李长者讲啊，他们也是普贤等众啊，那个等就是等流的人物，也是普贤一类的人物啊，等流的人物啊。不过他的名称不一样啊，他名称变成神众。如果真的是些神众，没有能力参加这一会，这一会我们晓得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听佛讲华严经的，如果不是法身大士，不能入佛的境界，这是佛境界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无论看到他是什么身份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法身大士化变现的身份。我们懂这一点，他们所实现的，也就是像普门品里面所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；应以金刚神得度，他就现金刚神；应以山神、海神得度的，他就现山神、海神。应以天神得度的，他就现天神。同样一个道理。应以人身得度者，他就现人身。这个理跟事啊，前面都给诸位报告过了。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啊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回头是岸。菩萨在此地表演，表演一个凡夫，演一个凡夫，从初信位开始建立信心，
信仰佛法，如果这个信心殊胜，信心清净，他真的觉悟了，相信如来正觉的果地呀，跟我们自己的心性无二无别。我们虽然在凡夫地，虽然是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断，可是佛说我们每一个人有真心有本性，我们的真心本性跟诸佛的真心本性没有两样啊！心性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。不是说在佛菩萨他的心性就清净，在我们凡夫清净就污染，不是的，再凡也不染，再圣也不净，那才叫真的。如果有染有净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佛在经上讲有染有净，染净讲是讲什么呢？讲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有染有净，真如本性没有染净。这个道理要晓得。我们才明白过来，我们的真如本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这是我们修学所依的根本法。我们对从这个信心呢，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从自信清净心上建立的，你说这个信心多么坚固啊！所以才有不思议的成就。那么幕后长者都跟我们讲的这一部经里头许许多多的因果法门，那么说一名菩萨众，这是摄诸粗心，摄诸粗心啊，不离旧法了。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初发心是不是成正觉呢？初发心决定成正觉。但是你没发心啊，你自己以为你发心了，那是正上慢啊，那是错误啊，不是真的。什么叫初发心呢？初发心是发菩提心啊，菩提心一发，在华严经上是什么果位呢？初住菩萨的果位，你要晓得，初住菩萨不但已经超越六道了，超越十法界，他破一瓶无明，正一分法身了，这个叫初发心啊。初发心的人是什么样子啊？
你要想知道初发心人的那个形象，他的生活行为表现出来的样子，给诸位说，大乘起心论是初发心的形象。你看大乘起心嘛，楞严经上所讲的二十五圆通章，你看那二十五位菩萨初发心的，楞严会上观世音菩萨是初住菩萨位啊，初住的观音菩萨。华严经上观音菩萨其回向的观音菩萨，法华经上的观音菩萨等觉的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这个五十一个阶级，他是在哪个阶级，是表现的什么样的形象，我们今天没有发心呐、啊，一发心啊，你就入了菩萨位了。但是大行凡夫啊，往发心位这个方向，目标逐步逐步接近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，决定没有偏差，决定没有回头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。